就是帮你帮我们擦一下，那不要接下来的。那不要接下来的。啊，以后擦一下，怕到时候万一锈，奶油水上面稍微擦一下。这个内脏瘤贴是应该更好一点还是一样的？那这种内脏瘤贴的话，贴完之后它那个地方会脏的。但是我感觉它这边这粘性应该还可以吧？好吧，好吧，先就这样吧。那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贴的效果。就中间的管芯好像是松开了，它这个管芯好像是没胶的，不像我们这里的管芯是一层一层压住的。The pipe core inside, has no glue. Pipe core quality not good, but the 现在这个切的，我们感觉这种白色的好像还是这样子，是吧？这管子不行。但是我们先不说管芯。它这个管子跟我们管子不一样，它前面等于是有一层是没浇水的，没粘住，它下面是一个纸膜。Beer, just paper, no glue at all, no glue.